台湾时间4月15号，芝加哥小熊队的头号新秀 Tron Armstrong 在小熊队附属2A 球队田纳西烟山的赛事中 ，Armstrong 跟对手玩上心理战，最后成功站上三垒而走红。一开始 Armstrong 击出了中外野的安打，但是他还想继续跑向三垒，此时三垒手已经接到传球，但 Armstrong 竟然跟他玩起了心理战，只见他滑垒到一半竟然停了下来，此举动让三垒手措手不及。接着 Armstrong 跳起来用右脚触碰垒包，虽然三垒手尝试去触杀，但是还是被三垒审宣判 safe。随后 Armstrong 还做出了 NBA 球员 J.R. Smith 的庆祝姿势。但也有眼尖的网友觉得这是三垒审的误判，其实 Armstrong 早就该被触杀出局。那么你们是怎么想的呢？